欢迎乡亲，当然大中华新闻的现场来看，为着要来开发着囡仔对乐团的兴趣，嘛来透过乐团丰富活动的视野。国内知名银行就来挹注着经费协助培养国小重新翻修图书馆，日前嘛来举行简单隆重的开工仪式。预计伫咧落成了后哦，可以当成为培养校园乐团推广的计划上界重要的堡垒。何必培养国小深耕乐团教育多年？近来搁较将乐团文化拓展到社区、甲地方连接，国内知名银行除了充实偏向活动的乐团资源，特别挹注经费协助培养国小重新翻修图书馆。顺顺利利，平安平安，让一切的都顺利的完工。真的非常感谢玉山银行，他们长期推动阅读教育呢，对学校呢其实有很大的帮忙。那如大家所知道的，培英国小呢也是深耕阅读很多年的学校，那在这一次有这么好的消息，可以有第163座玉山银行在培英，那我想我们整个团队都真的非常的兴奋。那我们也会在持续过去对这个阅读的推动的课程，那招募更多的志工伙伴跟我们一起，那在课程上，在活动上，让孩子呢感觉更友善。那希望呢阅读都可以带给孩子一扇新的窗。是顺心好用之处，培英图书馆是校园非常重要的空间。原本计划课程、额头顶活动都是伫只举办，但是图书馆年代真久。部分设施老旧，其他全新的图书馆落成了后，来成为培养师生上重要的教学城堡。大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采访报道。